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扑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一千793期的节目。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地球火种这个 W 级 Warrior Class 勇士级的 Joe Bleeker。 Joe Bleeker 呢，如果你直接字面翻译呢， Joe 是下颚，然后 Bleeker 是破坏者，他是一个下颚破坏者，或者叫做破颚者。但是呢，美国有一种很硬的糖果，就叫这个名字，所以呢，也有一些翻译呢叫它硬糖啊，硬糖九阿哥硬糖嘛。这个呢是非常优秀的一款 W 级的玩具，除了说翻到后面有一些比较让人恶心的小腿后方，还有这两侧之外，它其实就现在官方的低龄玩具来说，这一款已经做得非常的不错了。那我提一下，玩具的主人呢，中方影月呢，他对这个玩具呢做了一些补色，比方说这个脚底板这个银色，护膝的银色，还有这个尾巴这一段嘛，这个都是他自己加上去的，还有一些渗线的一个效果。所以说，如果你直接买官方的玩具的话呢，它是会更素的啊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呢，它一个头雕做的还是挺漂亮的了啊，眼睛的话呢圆滚滚的啊。然后下巴线条，这个嘴唇的线条，它是一个，它的脸并不是完全平的啊，是有一个轮廓的，做的还不赖。那我要提一下肩膀的这个小手的部分，它这里跟这边的话是有个地方可以组合的，要扣上去。那这个扣的位置呢，可以透过呢这个，为了结合这个孔呢而去束缚住这一块零件的位置。那同样的道理的话呢，待会在变成龙形的时候呢，也会有相同的效果。手臂的话呢，由于这个地方有一个开口，所以平举大家可以举到这么多，360度的转动当然是没有问题的。球冠呢，直接让你有一个手肘跟二头肌的一个旋转。那么他的手呢，有一个手炮啊，这个呢，即便是现在比它高一个等级的 Deluxe Class 的玩具呢，都不一定会有了啊。但这款 W 级的话呢，却做出了一个隐藏的一个武器，藏在手里头，这个是难能可贵了。当然翻出来之后呢，这个空洞就存在，但是不管怎么样呢，这个呢肯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加分点了啊，还是蛮令人感到这个安慰的啊。那我们的话呢，再次的把它给收回去，这里是有一个卡准的，可以卡好。那么另外这手就没了啊。那拳头的话呢也不能转动，同样的腰身也无法转动啊，肚子的这个线条是一个圆弧形的。那脚前后左右踢都没有问题了啊。那球形关节的话呢，就注意把玩了啊。那脚踝呢也没有接地啊，毕竟呢是一个 W 级的玩具啊，做成这样子的话呢，我觉得已经算是可以了啊。那我们对比一下，这是官方的低级的玩具。好，那么这一款，由于这个动画片我自己是没有看了啊，不过这个角色应该是比较有元气有活力的。那我们就示范一下它的一个变形过程。它的是变形成一只恐龙啊。首先的话呢，这两个地方把它给松开，两只手臂呢先给放下来啊，你要说这个是一个造型也是没有问题的。然后呢，将恐龙的头呢从后面呢先把它给抠出来。那因为我抠进去的时候抠得非常的紧啊，如果弄不出来的话呢，我们也只好再次的求助工具呢把它给推出来了啊。那忘了这个头要先转180度，然后呢这样扣上去。哎，你看这里有一个龙的这个两个小脚在这里啊。那么接下来的话呢，就非常还蛮直觉的一个变形了啊。这个脚就是往上面这样子扣上来，你看到这个地方有一个锁扣一个位置。那我们的话呢，尾巴要记得扣出来。它的尾巴的话呢比较有意思，它就是单边从这边出来，它跟另外一侧没有一个结合，两边扣好之后呢，把它给塞进去这个缝里头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再来旋转这个部件，把它给旋转到这里。好，然后呢我们再次的将这里有一个卡扣扣进去，前肢做一个反转，这个地方一样把它给旋转过来到这里，往下放扣进去。这个锁，这个凸凹的结合呢，它是可以避免说呢这个龙的这个髋部去松掉，因为它已经卡死了啦。当然也一定上的限制它的可动，那变成说呢，在这个龙形状态下，它能够动的就只有手还有这个脚这个位置了啊。尾巴是只能够左右稍微动一点点啊，往这边动可以，往那边就不行了啊。那头的话呢非常的可惜，
但凡他愿意在这个地方多一个转轴的话，头只要能够转，那就真的生动的非常的多了啊，真的是蛮遗憾的啊。摆在桌上的话呢，站立性也是很好。那他的头的比例其实我觉得吧，比动画片里头这个头感觉好像做的有点大，导致于说他这个头看起来有点恐怖，有点伊藤润二的感觉，对不对？那他的头你看他这个地方特别的这个造型，他是一个用头去做一个攻击手段的一个人物了啊，就是经常就是对，即使对钢索他也是用头去撞啊，那是一个还蛮阳光的人物啊。我看了一些片段啊，没有整个全部看了啊。那作为一款 W 级的玩具呢，我觉得做的还算可以，就是说这个橘色太鲜艳了啊，有点山寨的感觉啊。因为这个玩具不是我的，如果是我的话呢，就肯定上点消光漆了，效果会更好。那今天的话呢，就给各位分享到这边，非常期待各位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